唐院长还不睡？这让说打就打，哪能睡得着啊？打仗也得睡觉啊。这些宝贝疙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注意警戒。是。干啥呢？心乱。嘎子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明儿咱就回家了啊。好看吗？师妹，口令。准备行动。行动。文总。怎么回事？打飘了吧。有人偷袭。紧急集合，快！紧急集合，快！紧急集合，快！怎么了？敌人偷袭炮兵阵地，团长命令我们紧急动员，快！是。跟着哥哥炮连的吗？早不打晚不打，偏偏这个时候打，坏了的事。叫！走！潘彦斌，有狙击手！带着同小子过去支援，是。二排三排，两翼保证。莫连长，
对面都是四十五旅的，是滇缅战场的老兵，千万别跟他们纠缠。我知道，你们小心。是，走，一排的，一排的跟我走，注意警戒两侧，走。 你躲哪儿了？你出来，我看不见你。嘎子，吃了不少苦吧？啊？咋了？师傅，我来就是想看你一眼。我走了，我那忙着呢。你能忙啥？ 跟师傅回去，我不回去了。救你们容易吗？我不用你们救。谁赢听谁。虽然我没赢过。行。 疯了，跟他！我的炮，我的炮！你还撒泡啊？炮没了能再找，真没了要跑有屁用啊！给我走，你快走，进来！ 全部摧毁，但是共军死守阵地，我们突不过去。邓参谋，你们的特工小分队已经失去了特战的意义，我再给你增加一个连，你打阵地战。是。
我明白。打，给老子狠狠的打。射击，开始攻击。是。倾巢出动，把老板都赔上了。他不分主攻副攻，他是全面开花呀。就算我拼到最后一个人，也不会让他们进北顺的。项目能成匹夫之勇，我看咱们还是给师长发几点求救吧。那给师弟添多大难题啊！去，组织预备队，准备包抄敌人。是。是，帮我。命令咱们预备队，让咱们全部押上去。预备队也押上去？那完了，是不是送死人了啊？你说这王伟峰是咋想的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要不咱们再投回去吧？糊涂！再投回去，廖豹能放过你？哎，要不咱们还跑？往哪儿逃？你他娘能不能长点脑袋？你这咋整？先集合再说。哎呦，报李座，113团接通了。喂，童慕云。你们的部队为什么不推进？李座，共军阻击异常顽强，一个半小时里已向我部发起4次反冲锋。你们113在对面，只有往北方的一个加强营，一个小时之内必须拿下阵地，否则我枪毙你。是。同志们，人在阵地在。酒和船还有一口金在，敌人就休想刮过去，给我打！
团长，预备队已经集结完毕，等待出发。好，是。师长来电，命令咱们退守栅栏，并敌锋芒，恢复元气。什么叫并敌锋芒，恢复元气？这仗可没打完呢，谁输谁赢可不知道呢。王鹏，那是上级的命令，你必须执行。我执行。 上级对东北的战略方针会有一个大的调整，像现在这样，寸土必争，咱们是很吃亏的。所以我想，咱们还是退守栅栏吧，等待上级的指示。瞎子，你负责转移机关跟医院，我负责转移部队。这是咋的了？这丫头，我能不疼？ 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机灵点啊，实在不行就先装死。过后再说，先混过这关。还你能混过去？那40公里坦克压过来，他关键是死是活？他撞上压他了。混蛋！哎，你不会跑啊？你他娘的没长腿呀！啊！啥别说了，这回我看着死定了。把嘴闭上。 那个队伍要上去了是吧？马上！不是上去，李政委命令你们掩护团部机关和地方群众向栅栏方向转移。呀，保证完成任务，啊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是，大伙儿，这就叫命啊！太上老君都保佑我，哎呀，老子这回又躲过一劫。 <笑>这事儿是，那个同志们，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啊！我们要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。同志们，准备转移。大英子，我来照顾伤员，你赶紧和同志们撤。不行，我留下，担架队跟我走。哎，大英子，你回来。哎，大英子。 敌人好像越来越多了，娘的，再给老子建20%多，转移全团转移，林子从两边包抄，把我们都包围了。啊，赶紧转移团长走，团长，我们走，让老子拎着拖堂没门。过来，团长，是，给老子弄个趁手的兵器来，护住他们。啊，团长，团长。 快点，别废话，小心老子毙了你们两个！快点！别走！
让大家都撤，服从命令。撤。负责担架队，有伤员我就不能走。没有伤员了，我们是最后一个人。前方阵地呢？已经没有动静了，敌人马上就攻进城了。你带着留守的人员赶快撤吧。那你们几个怎么办呀？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吧。我们三个负责掩护你们撤退。行，都得活下来，咱们扎拦箭。李守山，到。我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我还没折腾够你呢，不准死，不准。是个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行，你和板子要走就走吧，我得追大部队去了。哥，我也不走了。你说啥？我不回去了，我跟着哥追部队去。你他娘的是不是又犯迷糊了？我挺清醒的。你也跟我师父说吧，我挺好的，让他别再来救我。哥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干子，我们走。滚！都他娘的滚蛋！哥走了，秃嘎他娘的也走了。你说他们都咋想的？我就记着，我把你从野人山背出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咱们永远都是好兄弟。老子哪儿也不去，我回去找你。李成山，我快不行了。等团长走。团长，团长，我团长活着得
去。哎，兄弟，你把他扔给我，我怎么办呢？北风，平生最恨欺负老百姓、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人。我为啥来的？不就是为了老百姓不再受苦受气吗？余承山，这次你已经死了，下次把命留在战场上。这是王团长让我给你的勋章，说你也是为民族、为人民打过仗的人。你算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，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，一定要知道为谁当兵，为谁打仗。于同志，于同志，于同志，那中央军全都进城了，你们还敢躲在我这儿？你们就不怕我告发你们？老范头，上次我来征兵的时候，我就觉着你是一个豪爽的爷们儿，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。是，你要真把我给卖了，我也认了。小兄弟，正好你词儿说着了，我老范头当年轻的时候，也是一条敢做敢当的汉子。哎，不提了。哎，于同志啊，他是干什么的呀？他啥也不是，就是个伤兵。兵？站住！你坐，你坐。这就是王北峰36团的团部。以后。这就是你的指挥部了啊！是，宇哥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简陋啊？宇哥的意思是，你们113团，一个整编团，坦克、大炮全都用上，用时4个小时，歼敌1个营，而且伤亡惨重，你就好好在这待着吧。有利于你反省，有利于你记住王北峰这个人。是。你的仗打得怎么样？报告李座，112团进攻36团阵地，用时2小时40分，伤亡仅为1/4。那是因为你攻打的西线容易，
共军突然撤退了，放弃死守，那不是你的功劳。李作殉职的事，拿出你们当年在滇缅战场上打鬼子劲头吧。共军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弱不禁风，起码这个王北风就是我廖某遇到的最难对付的敌人之一。别管我，快点！我跟你说，你忍着点儿。这弹头要不取出来的话，你今天晚上就悬了。哎呀，我命令你，你赶快走，我掩护你。啊！小样儿，你掩护谁呀？你害死老子还差不多。给老子仔细搜！罢了，这小子好像见过于春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陆三儿。你怎么会见过于春山？那个会长官，前两天那个共匪呀，他上我那招兵，那姓于的寻过我。共匪也是你叫的？共军是。是共军。你怎么知道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？他一说那模样啊，就八九不离十了。他在哪儿招兵？让我们去看看。走。赵山兄弟，你杀猪的手艺还不赖。哎，我中央军来了，快快躲躲！走，来，哎，走，不吃啊，吃啊，过来。哎，各位官爷，你们有事啊？为什么不开门？我不是有点害怕吗？老爷子，你别怕，我们向你打听个人。你说，上次在你这招兵的共党。叫什么名字？就上次寻我那胡子兵。他姓于，他好像叫于成山。老爷子，哎，你慢慢讲。要是帮我找到他，再重重赏你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。你们这队伍上的人吧，说打就打，说走就走了。打上回招完兵以后啊，我就再没见过他。你说这白花花的大洋，我老范头啊，实在没这福气。老爷子，哎，您找我？你家几口人？就我顾老头子一个人。这为什么有三个碗？这碗是盛酱的，这碗是盛菜的，这是盛粥的。您说我顾老头子再穷，我也不能干噎大碴子粥，不是？给我仔细搜。是。老郑，我看程山兄弟不在本顺了。
要不然他早就跑回来了。老子就是找到天边，我也要把他找回来。这样也好，至少知道他还活着，豹子旅长也能省一半心。屋里没人，报告，屋里没人。什么情况？找到了吗？不行，我得杀回去，我必须找到团长。政委，政委，我找到咱们团最后撤退的同志了，在哪儿？走。团长啊，我和托嘎从前沿阵地撤的时候，前方已经没有枪声了，也没见别的同志撤下来。团长已经撤了吧？怎么了？团长不见了？团长当时去了三营，可三营当时撤的时候都是伤员，没见到团长啊。政委，让我去北顺吧，我去找团长。哎呀，北顺现在到处都是敌人，你到哪儿去找？那咋办？这样行不行？咱先请地方的同志混进北顺县城打听消息，你带一个连在外围接应，记住了啊，千万不能莽撞。程山呢？他牺牲了？不是，那是被俘虏了。没有。他受伤了吗？没有。他，哎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跟我说呀！你急死我了，快！我，哎呀！草根，你告诉我，余程山呢？余承山掩护我们撤退之后就失散了。失散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别跟着添乱了，现在说王团长的事儿呢，王团长还没找着呢。程山兄弟还活着，他肯定活着，但是没找到，估计被共军带走了。你算没算过咱们的老兄弟还剩多少个？不到五十人了，昨天还折损了四个。从野人山突围出来，我们手里还有二百多兄弟，这短短的刚几年啊。雷总，你放心，余承山要是活着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。你是不了解共军，他们最善于的是攻心术，而往往民心所向也预示着战争的走向。我是担心余承山。不错，余承山肯定不会背叛你的。Thank you.
去之可说。